快车。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飆股特快车》，我是钟，带你轻松赚大钱。今天的台北股市，好，那你今天那里拉回叫你追，请问阿雄有没有预告？你们能够休哈吗？老师昨天创新高，你打算叫我买股票，你哪会知道今天会拉回？我再强调一遍哦，昨天是真的台北股市创了波段新高，所有人都知道台北股市要喷出啊！你只要看我节目，你都知道要喷出，你也知道这里要回马枪啦。哎，老师，这条线对到来，我会啊！哎呀，这条来不？有啊！啊，你有买不？千几点的？啊，昨天为什么跟你讲说他会拉回？哎，我老师今天我就爱斯摩尔啊，爆雷啊！该是，哎，我是一点半的节目，哎，其他重播，哎，请问你告诉我，你看我节目，我怎么知道爱斯摩尔会爆嘞？像也在对不对？可是我讲得很清楚哦，为什么你要买？老师，你不是说会拉回吗？创新高容易拉回，但是你说他要拉回到你想要买的点，容不容易？不容易，你买寒民了啦，这是我怎样讲的啦？我跟你讲，他会拉回啦。那请问你告诉我，你说他再拉到这里好不好？你不要做梦了啦，它永远不会回到你想要买的价格，你不要做梦。好，我请问各位，你今天盘中杀几点？400多点啊，最高拉到只剩跌70点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盘中拉往上拉，往上拉了350点，我也不知道你有买没啦，结论就是你还是要买啦。谁都在你的客山啊，哎、欸，我拢先预告呢，你去看怎啊节目，我甲你会拉回无？我甲你会当买股票无？我甲你会买拉回到你想要买的所在无？它跌幅不会很深呐、啊，你不用害怕。老师，来两根，今天就这个价不会很深嘛？这边300点，你去看一下台积电，你就知道今天为什么跌300点的啦。你去看我的股票，你就知道 你需要害怕吗？狂二光字被全面狂喷，我没法去指名哪一档，因为全部都喷出了，全部火山爆发了。你说老师啊，这跟我刚刚是在没光啊，光通讯的股票啊，这赚太多啊，没想要讲啦，所有买的全部赚钱啦。那么老师你卖光创威，来，我卖光创威啦，啊光环是不是光？啊光灵是不是光？今天差一点第十一根涨停板啊，光红是不是光？今天亮灯涨停板，老师喜欢吗？你的股票全部喷出，哎，喜欢那外当教练客说啊，让我的标股来当你的靠山呐、啊！我再强调一遍哦，我只带你买最会喷的股票哈、哦。来，这是今天你看到那位老师，除了爱斯摩尔的暴雷啊，够 Z 啦！标题就是 FED 放鹰，我说这个叫做扯淡呐、啊。为什么叫扯淡？你去看哦。市场压住啊，短期内啊将采温和的降息模式。我们再看这个更小的，联准会 FED 官员啊相继啊都释出了鸽派的看法。好，既然是鸽派的看法，那标题为什么是 FED 放鹰？所以这个就扯淡嘛，鬼扯嘛！哎、啊，我请问你告诉我。将采什么呀？温和降息模式嘛？请问你告诉我，降息还能叫鹰吗？降息应该是鸽吧？来，过来。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：为什么昨天我跟你讲拉回，你要买，你还是要买股票？我跟你讲会拉回，但是你不要指望它回到你想要买的点。好、哦，有拉回你要买，对不对？所以结论就是，你还是要买股票嘛。我再强调一遍哦，跌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跌的时候你没有去把握行情啊。我这个人问你一下，你有把握行情吗？你有把握行情吗？今天盘中350点啦，老师可是又拉回来，最后盘中啊大，最后收盘啊跌280点，扣掉台积电不到100点啊。我问你，这能够叫跌吗？现在指数是20000多，23000点呢。什么叫做只有先预告没有不知道？看我的节目，我都是先讲在前面。然后老师，什么叫讲在前面？还有个东西啦，只要你买对股票，你就不用担心行情震荡。我待会证明给你看哈，你只要买对股票，天下无敌，躺着都能赢。老师，为什么躺着都能赢？因为我只买最会喷的股票，我只带你买最会喷的股票啦。老师，告诉我最会喷，邱西兰告诉我最会喷，涨停板啊，啊就涨停板啊。
所有买的人全部串检，不是一只猫、一只狗、一只老鼠啦，所有的人啦，赶快倒立啦！老师啊，还有可能你可能是光自备，够有无光诶？无光诶，无光诶！今天也创新高啊！所有买的全部赚钱，全部摊个烂尾来啦！老师啊，你想要那个什么美妆购买，我再不再解释了哈、哦，这叫历史谷底啊！因为老师去都追臭西洋啊，300年无去的股票啦，历史最低点啦、啊。我也不再解，我不要不想花一张，我不要一张一张翻啦，好不好？今天他不是最强的啦，反正就传出叫六妹隆中探级啦。来，这是你今天看到，我今天你这是盘中的新闻啊，哇 ，Trade Fox 哇，怎么研调机构上面科技业的预测，哦，水冷散热技术啊的新的蓝海，哦，这未来要蓬勃发展，对不对？因为 AI 带动，对不对？因为是伺服器 AI 需求强大，伺服器需求庞大，所以散热的需求庞大嘛。规模来，我国伺服器2024年前七月产值4267亿元，2024年一月到九月出口值是156.9亿美元，大概157亿啦美元哦。规模创下历年同期新高，年增幅度扩大至159%，我惊死人对不对？什么是未来的趋势？伺服器水冷散热领先同业，哦，其他我不用讲啊，反正买拢中探底。我买的是历史谷底的股票，我不是叫你去追那个我老师说，我你打刚工创，我探个手丢金。哎呀，你刚刚讲这個，我买当免讲这样，我探收追啊，买买买多，探个老爷，探个皮肉串，探个只手丢金，探个只啊只冰棍啊冰棍去啊，你阿位老师来探这追，无法多，因为我跟他买上高盘的，想往这列客山。让我的标股来当你的靠山。然后老师，你还没讲完呢、啊。买对股票就不用担心行情，真的？真的吗？你说你要证明给我看呢、啊？错，哎，阿力克美当证明啊！今天台股暴跌啦，阿力全部喷出，阿力全部喷出，这个我没时间讲了哈。都跟他都跟艾姆勒有关的啊、哦！来，下一支创威，光弘，他们通通都要买这支，锁定好了，你不用猜，直接跟你分享。我老师，我又探个手丢，有个探个手丢进来嘞，你搞咩？我就买这，我老师你买啥货？够有人会跟你介绍这种股票？我老师笑死人，啊，有人要避雷针才等下介绍，我就买这啦。我不要每天在翻啦、啊，今天亮灯涨停板啦、啊，涨啊够有人个，涨啊够有人个，前两天够有人个笑，还有老师你看迄吼，哇，迄拉上去又会打下来，哎、欸，要喷第四支无喷成功啦，今仔第四支来啊啦，亮灯涨停板，两天两支，三天三支，天下无敌。喷到破纪录，所有买的全部赚钱。今天台股暴跌，亮灯涨停板，又赚到翻掉了。哇，老师，真正赚到变鬼啊！你有来吗？我一定叫你来哈、哦，你有来拢总大谈哦，赚到手丢筋哦。老师啊，你也无咋讲。啊，叫你来，你拢买啦，我有法度啊嘛，但赚到手丢筋啊，真正赚到手丢筋，这真的是赚到手抽筋了嘛？请问你告诉我，你有来吗？哎呀，老师在上面挖痕迹啦，啊，这个没标啊，笑死人啊！啊，叫我们有标无？啊，为什么会标？下一支创威啊，啊，你也无谈面啦。你如果还是没赚到，我老师今天还是涨停板，吓死人了！哦，你的股票好恐怖，好厉害，好会喷哦！哎，我再讲一遍哦。我只买一种股票，你想要买最会喷的股票，你要找谁？全市场只有这里才有啦。想要赚大钱就买最会喷啦。我老师想要你买股票都最会喷。哎、欸，不是一只鸟、一只狗、一只鸟鼠呢，是全部呢。哎呦老哥，哎呦救人哦！光弘飙翻全市场。我没有在跟你讲创威我赚多少钱呐、啊，反正你只要跟我买的，你只要说我会，你只要跟我买，全部赚钱呐、啊。下一支创威光弘，阿你也无谈面啦。
下一支关宏 ，Metamo， 我还是要强调一遍哦，我还是要讲哦，你要买最会喷的股票哦，我已经把最会喷的股票都已经找出来，都要跟你分享，你不来我也没办法。我再讲一遍哦，你有来吗？我只能每天问你啊，你有来吗？哦，大家就丢给好好赚哦，啊，你都不来，我怎么我怎么帮你啦？对不对？啊，李武老师为什么他可以飙成这样子？为什么他叫做下一支创威？你再去想一想。创威怎么飙的？上半天飙股一，那一天台北股市暴跌1000点啊，我那一天哎，心血来潮，同时跟你推荐两档股票。你看我节目看这么久了，我会动不动跟你推荐两档股票吗？光通讯的统芯，光通讯的创威。今天这两刚好他们都没有光，但是他们都是光通讯。催眉嘛，咱做光通讯，那他们就做光通讯的股票嘛，对不对？刚好没有他们了，光字被全面喷发。好、哦，因为我现在不是要跟你讲这个啦。统芯我们算是赚最少的啦，我们老师赚最少，代表你们没有赚，所有买的全部赚钱，全市场只有全市场没有半个老师敢这样子讲的啦。那么你社会标准欧白兰虾对不对？我没在做这代志啦，我没。我做什么，我节目上就讲什么。什么会飙，我讲得很清楚。我们买光宏，所以我说光宏会飙，光宏喷爆全市场。你有来吗？他叫做下一支创威。那创威呢，九月是要跟你分享的。你们不爱杨老师啊，台股暴跌啊，要叫我买股票，神经病。九月是要这天啦，这天啦，每个人都在笑我，哎，老师你好笨啊，你会不会，你不会等到风暴过后吗？跌1000点呢，正面迎战。9月4号暴跌，9月5号你的创威还在跌啊，你不准啊，你没有用啊，你的股票不行啊。9月6号还在跌，哦，你买个手嫩，买个手丢筋啊。哎，老师他真的会飙，他真的会飙吗？哦，后面不用看了，后面连续不知道几根涨停板，他个手丢筋了，他个老也还啦。哎呦，老师太夸张了，股票飙成这个样子了，到今天还在飙呢，拜托的，拜托的啦！啊，我不是要跟你炫耀啦，我炫耀够有意，我炫耀迄够有意思啦，对不对？你拢知对不对？所以我才跟你推荐下一支创威啊！你没有买创威的，你买光宏啊！我请问你，告诉我有比较差吗？吼、哦，哎，汤啊变鬼啊！真正汤啊变鬼啊！你有来吗？啊，两个无台面啦，下一支光临，过来啊、哦！你说，我跟你分享的时候，台股暴跌1000点，没有人要买股票。我跟你说这是难得的机会。我前面跟你讲说，只要敢大跌，我就带你买。暴跌1000点，算不算大跌？可不可以买？未来会有行情，未来行情有多大？我有没有预告？我有没有在第三季告诉你第四季台北股市会喷出啊？应该看得到啦，应该看得懂啦。这个如果不叫做喷出，那什么叫做喷出啦？啊，今天为什么拉回？我怎好预告不？老师你怎好不说爱斯摩尔会爆雷啊？那你怎么知道会拉回？什么叫做看到未来了？一定都是先预告的嘛！哎，谁会在跌1000点的时候跟你推荐创威统芯？谁会在跌1000点之后，台北股市整理了一个礼拜都没有涨？然后呢？啊，老师你在找借口？在九月十号啊，在九月十号的新闻啊，我跟你讲大跌为什么要买股票了？哎呀，你买个该水了啦！你总是在找借口理由叫我们买股票啦，我买了一个礼拜，台北股市都没飙，你也不准啊，对不对？那一天。九月十号那一天，我跟为什么要买股票？那一天我跟你分享光临，我请你来拿，拿到赚到，我要送给你。啊，你干不来啦？又来了哈！哎呀，老师啊，没有人那么笨啊，去介绍一档哈黑 K 棒我妈买股票啦。这是今天我不翻了哈。哦，从第一根涨停板到现在了，我觉得翻这个没意思啦。
今天差点第十一根涨停板，喷爆全市场。我嘛无叫你今麦去买啊！各位漂亮老师，嘿惊死人，嘿股票安尼飙哦，我赚到疯掉了吧？你有来吗？你有来吗？老师现在来没有用啊，现在来你就有用啊。下一支光临啊，光临已经将近十一根涨停板了，下一棒就是他，就跟你看到创威飙翻天，老师创威飙到几倍啊？我跟你讲，下一支创威，光红，光红喷爆全市场。哎呀，这无糖，我真无法度啊！你即马，你即马要安那？你敢知？你即马无买着光红，你还要只鸡啦？下一支光临啦、啊！下一支光临啦、啊，因为它是未来的明日之星，前景一片更好。这种股票才会飙嘛？问老师为什么会飙？你去看创威为什么飙？你去看光临为什么会飙？老师假死人，后人股票安尼飙，无法度啦。后人股票是安尼飙啊，对不对？那回过头来你会发现哦，回过头你会发现哦，指数怎么震荡跟你没有关系。问老师，可是今天台北股市跌几点？你再去看指数，哎。趋势是向上吧，今天还收红 K 棒哎，可是今天是大跌，今天就算是大跌，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创威有跌吗？光临有跌吗？这第快第十一根了，我差老是差五毛钱十一根了，老师，今天台北股市大跌，因为艾斯摩尔爆雷，要不要回避一下？我说你在回避什么呢？你只要买到啦，你不用烦恼行情震荡啦，你只要买到啦，赚到手丢金啦，只要买对股票，天下无敌，躺着都能赢啦。所以你要买什么股票？你要买会喷的，而且它最会喷的股票，对不对？啊，请问你告诉我，最会喷的股票难道你不知道？我再举个例子啦。半导体的股票、欸、有跌吗？我给他做两摆哦，大概出手大概赚钱，所有买的全部赚钱，每一个买的全部赚钱，没有一次赔钱。哎、欸，你去哪里找这种老师啦？所有买的全部赚钱，所有买的全部赚钱，所有买的全部赚钱，还有什么？所有买的全部赚钱，叫你买创威，你不爱买。老师，台股要暴跌一千点，神经病才要买股票，我就买给你看呐、啊。所有买的全部赚钱呐、啊。老师，我这边飙这边几倍，我怎你唔敢买啦？下一支创威，哎、欸，你没有买创威的。你每天在唉声叹啊，我也没买到创威啊，也没行情啊啦，准都好啊啦，算了啦。你每天都这么被动，你怎么可能赚得到钱呢、啊？你去找下一支嘛，下一支创威光红，赚那崔宝老师赚翻了，真的是赚翻了，有没有？我之前跟你讲的光临，你没赚到没关系，下一支光临，光临已经喷十快十一根涨停板了，下一棒就是它，因为它是未来的明日之星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，诚心诚意跟你分享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压力，先赚再说。你没有买到创威，你没有大赚；你没有买到光红，你没有大赚；你没有买到光临，你又没大赚。你现在买这一支，你现在买这一支，下一支光临会不会又是连续涨停板？喷爆全市场，今天有来的全部都有来光临，喷爆全市场，有没有喷爆全市场你最清楚啦，吓死人，后人的股票是飙也飙飙快一倍的啦，吓死人的啦，有没有？光红有没有喷爆全市场？创威有没有喷爆全市场？下一支光临准备又要喷爆全市场，今天送给各位电话开通，只要你有打电话来的，我再强调一遍哦，你不用管你是，你不用管，不要担心什么有的没有。老师今天有没有行情啊？就是要飙啊啦！不要老是用眼睛见证别人赚大钱，你不用用看的，你要赚你自己来哦。今天打电话来都有，你花一块钱打电话不会怎么样啦。啊，你先赚再说啦，诚心诚意跟你分享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压力，先赚再说。电话只要拨得通，直接送给你下一支光临。
会不会又是连续涨停板喷爆全市场？会不会又像创威一样？会不会又像光临威啊一样？会不会像这个光弘一样？哇，今天个涨停板啊，今天送给大家，拿到赚到，大家一起赚，有来的全部都有，电话拨得通，只要花一块钱打电话，直接送给你打电话进广告。迈向2万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2万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。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，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。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飆股特快车。欢迎再回到现场哦。虽然今天是拉回了，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啦，你还是要买股票。那买股票的原因是什么？我都已经解释过了，市场的游资真的是太多了，钱太多了。所以你去想一个东西啦，你认为指数会跌到哪里去？它能跌到哪里去？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哦，老师，我要等跌多一点哦，低一点我再来买，但是那每次都不会来。所以你什么时候买？有机会你就要买的嘛，对不对？他们也不是傻瓜嘛，对不对？不是每次大涨的时候，哇，多好又多好，哇，忙春通。你看这个没有用啦，对不对？哇，目标价1600，哦，用讲的最简单啦，哦，真的1600，台北股市涨个几万点，哦，啊，代表什么意思？空间是很大的，哦，不要小鼻子小眼睛，老今天跌几点？今天跌的。未来可能会用10倍涨回来，哦，今天跌100点，哦，未来涨1000点，今天跌200点，未来涨2000点。那你是要做空还是做多？当然是做多嘛，这前面一直在每天在跟你讲的，不是现在我老是调高目标价，我每天在提醒你啊，哦，我从头到尾我也没有变来变去啊，我也可以不要卖啊，反正我买的全部都赚钱了，啊，我就做2趟而已啊。你是我会员，你跟我买全部都赚钱了，啊，我也不用每天变来变去的，全市场只有我敢这样子讲啦，你只要买对股票真的不用担心行情震荡。所以你现在要买什么？你现在要买未来最会喷的股票，啊，未来最厉害的股票，啊，那你也不用去管说台北股市会怎么震荡，你也不用去管别人股票，哦，有涨多少了，赚多少钱了，你都没赚到，你真的没赚到没关系，我给你最会飙的股票，下一支光临这样会动啦，哦，去看光临怎么喷的，哦，你老师，我们的光临啊，今天快第11根涨停板了，全国制霸，哦。如果我跟你讲，还有一档股票会跟它一样，你要不要？下一只光临，光临已经10根涨停板了，下一棒就是它，因为它是未来的明日之星，前景一片看好。今天要送给你，就跟我跟你推荐创威，
创威飙翻天，哇，赚到手抖筋。跟你推荐光临，光临飙翻天，赚到手抖筋。哎，所有买的全部赚钱呐、啊！啊，你老师弄个全部飙翻天，你跟我讲那个有什么用？来，下一支创威，跟你讲是没人要爱啊！啊，老师避雷针呐、啊，现在呢？现在你买不到啊，连飙五天了、啊，五天四根涨停板了、啊，赚翻了啦，对不对？老师，光临哎，创威飙翻天，买创威，下一支创威光宏也飙翻天了、啊，啊，光临也飙翻天了、啊，啊，你有对准老师全部都飙翻天怎么办？下一支光临已经飙翻天了，因为它是未来明之星。前几片看啊，我今天送给各位，会不会又是连续涨停板喷爆全市场？来，你都知。今天送给你，你明天赶快去买，好、哦，根本你明天再不买又来不及了啦、哦、今天有来的全部都有，好、哦、啊，拿到、哦，你打来就直接告诉你拿到，赶快去买，直接送给各位，电话开通，直接送给你下一支光临，大家一起赚，拿到赚到，会不会又喷爆全市场？电话拨得通，直接送给各位，打电话，祝各位顺利，再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